好，我们各位同学啊，大家向我们吉祥如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这么多的年轻啊小朋友可以说哈、跟大家在一起，真是我也可以说是出家吧，人生第一次啊，所以非常欢喜，今天有这样的因缘，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的地方，跟诸位一起来分享学习稀有难遇的佛法啊，这样有意义的事儿。我想的是，可能对于诸位来讲说，又在一个像海禅寺的夏令营啊，又有一位法师来讲课啊，这是大家的认知。在我的意识之内，在我长期的这种人生观中，就昨天我马不停蹄的从这个北京赶过来啊。跨过这个钱塘江走到咱们桐乡，在我的感觉里，就是今天跟诸位呢是一次再续前缘啊，也就是在人生的大的这种轮转或者前生后世吧，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认识啊，能够遇得到就是一个决定的因缘，很大的因缘啊，天地这么大，众生这么多，众生就是人类的意思啊，最主要能够有一个眼神的相遇，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因缘啊，何况我们能够在一早上坐在这里来共同商榷智慧，商榷佛法。这个有一个词儿，佛法里面叫做因缘啊，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一讲大家不断的进入状态，叫做因缘啊。那么没有因缘，大家是聚不在一起的。那由于今天我感到，刚才说了，这是头一次跟这么多的年轻人，我也被你们朝气蓬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啊。我不知道大家听过佛法里面还有一个词儿叫做加持，听过没有？听过。你怎么理解加持啊？啊？祝福。加持的真正的最现实的感觉就是感染，就是输出能量，接受能量的意思啊。所以我今天也可以说是被诸位给加持啊。本来我已经是四十出头了，已经是半个老头了，突然间感觉又年轻了二十岁啊，所以非常欢喜，觉得赚了很多啊。这是又一个概念，叫做加持。以后随着我们对佛学的熟悉和深入渐入佳境呢，就会感受到这种加持，我们的智慧就来自于佛陀和三宝的加持啊。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感受一下加持，现在呢就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祈请的一个加持仪式啊，就是跟着我三身本是释迦牟尼佛，还有念一个偈子啊。好，大家一起来端身正念啊，把所有的妄想放去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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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大家啊，这是一个叫做开经偈，大家了解过吗？啊，有念过啊。那大家知道是谁写的吗？啊，都知道了。武则天啊，作为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王，能写出来这样感受真挚的这种请加持的姿态，这就是表达一个请加持的姿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啊。那么有谁知道武则天是怎么能够有这个福气当了一代女皇，有吗？
有没有知道的？啊，我告诉很多人啊，啊，有知道的吗？啊，说一下。好好好，谢谢，请坐啊。掌声。是，武则天呢，当然不是她这辈子小时候啊，要追溯到无量劫过去是有一世的时候，她是一个童子。她是童子，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她本来在一个沙地里面戏耍，结果呢，当时有注释，就像释迦牟尼佛在他们那个时代有一尊佛，啊，有一尊佛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童子呢。非常的虔诚，可是作为一个小孩呢，他当时并没有什么财产或者这个物资，他就把当时呢临时用沙子给搭起来的一个沙子做的一个塔，就把这个塔呢捧着供养给了这尊佛。那就由于这一件因果其中的因地上做的这件事呢，当时这个佛就给他受记，受记就是预言的意思，说在多少多少年多少多少劫以后，你在东土的正旦佛国，大家知道正旦就是指的我们中国这个地方啊，说会有一世福报当这个女皇女主天下啊，这是一个因果中的事，轮回中的事啊。那我们又要引入一个词叫做什么，这就叫做具足的善根啊。当时女主天作为一个童子的时候，她有如此的善根去供养佛陀啊，联想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诸位呢也有很大的善根，这就是佛门里面讲的善根啊。必然由于我们这次的夏令营，然后这次对于佛法的理解也罢，体悟也罢，会感召到将来在某一个时间点，大家也会成佛啊。不是要成皇帝啊，皇帝属于世间的福报，我们要成佛啊，这就是学佛的终极目标，像佛陀一样。啊，所以今天我想开始讲，从哪里讲起呢？首先从我们对于佛陀的觉悟有一个设身处地的体验。什么叫做觉悟呢？啊，大家知道佛陀呢是从印度话佛陀耶翻译过来，叫做中国人好讲的叫做佛。那我们都知道佛是觉悟的意思，对吧？啊，都知道佛是这个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啊。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跟大家教一个次第，是这个佛是怎么成的呢？三个步骤，一个叫做觉悟的本觉，本来的本啊，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在座的诸位，甚至包括一切世界的众生，都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性。这个佛性呢，从来不会因为它很坏而减少，也不会因为它很好而增加。甚至不会因为他是凡夫或者圣人而有摇摆，从来都不动的，这个叫做本觉，就是我们本来的觉啊。那么这个本来的觉悟怎么样让它显现呢？就要开始有一个始觉。大家听过这个概念吗？始觉是什么意思？开始的始。比如说无意中你打开电脑，哎，进入页面发现说湘潭禅师有这个寺院里面会主办这个佛学的智慧之地夏令营，这个因缘启动，或者大家坐在这里，这几天不是每次都有一个法师给大家来讲法吗？开始嘛，对吧？那么忽然间你听了一句话，觉得很在理；忽然间听了有一念，很动心，啊，会感觉到说啊，原来如此，越想越正合我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开始迈入佛法。开始要新开一节的时候，就叫做始觉了，开始觉悟啊。那么什么叫做本觉、始觉？最后要他们两个要会师的，就是要结合的，合二为一，就叫做究竟觉，就是成佛了，究竟圆满的觉悟了，最后终于修成功了，叫做觉醒了啊。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很抽象的听这个道理的时候呢，觉得是好，佛陀是智慧者，他是觉悟者，
觉的感觉是什么呢？有人知道吗？因为你没成佛吗？有人知道什么是觉的感觉啊？你们在这里每天都很辛苦，然后晚上很早就睡觉，觉得跟平常的生活状态不一样。我问一下诸位，做过梦没有？有。做过好梦吗？没有。做过噩梦吗？有。对，假如你做好梦，哇，觉得说突然间这个毕业了啊，找到一个新的人生的起点，或者突然间最近意气风发，乃至碰到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法师好像说这个就是心仪的人了啊，突然间觉得这段时间很快乐，在梦里面啊，感觉到做梦做得非常的称心如意，或者有时候由于我们身体有一点点疏忽，或者最近的心情不太好，也会导致我们做一些不好的梦啊，后面有这个好像猛兽在追赶呀、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强盗在抢劫呀、啊，拉着凶器呀、啊，走到悬崖边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不管好梦噩梦，在你做梦做的正酣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醒了。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梦境还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对，什么叫做觉悟呢？就是醒了，这就是觉悟啊，就等于释迦牟尼佛当时在菩提树下盘腿打坐，说悟到佛性，成了佛的时候就是醒了啊。所以这要讲一个厚重的话题，就是说你们现在还差不多十几二十岁的年龄，可是人生一世，百年一场，就是这么重修的。一切的佛法的智慧，就是为了醒这个重修的，让我们醒来。这个大家要记住啊，在你学佛的道路，或者只有这一次机会，或者将来还一发不可收拾，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醒。人人都可以像释迦牟尼佛，当时你看梦想起航，其实就是醒梦开始了，开启智慧了。啊，这是一个对于佛的觉悟的初体验。啊，下面我想再谈一下第二个话题啊，就是什么叫做信仰？我不知道你们诸位怎么来理解信仰。在你们如此年轻鲜活的生命的进行中，怎么看待信仰？你们觉得自己有没有信仰？有在摇头。相信轮回吗？相信还是不相信？相信。相信因果吗？相信。那已经有了信仰，为什么摇头呢？信，我想告诉各位啊，狭义上我们说信仰，哦，我原来什么也不信，突然间我信我仰了，我相信佛，相信法，相信僧，相信三宝，乃至也可以说你相信基督教，相信伊斯兰，或者相信各种各类的学说，各种各类的宗派，你称之为我有了信仰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破除一下这个，这叫做迷信，以为我有了信仰。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参究一下我们的生命过程啊，作为一个人，在天地之间与生俱来，本能我们生命能量，也就是生命鲜活，作为一个人活着的当下的所有组成部分中，信仰是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大家了解吗？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活着就必须有信仰。我信我自己，你们诸位叫什么名字？我信我叫什么名字？你的家庭，你出生在哪里？你相信你在哪里？这个地方叫什么？你看咱们来的地儿叫浙江，对吧？那我是从北京过来的，你们可能是从上海也罢，杭州也罢，江苏也罢，乃至全国各地，北方的也有吗？北方的有没有？有啊，也不少啊，各自从各自地方，这个地方是谁给命名的？你相信你出生在这个地方，然后你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哎，就一直伴随你长大，相信他是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你相信你每天都在读书，现在在读大学，大学读的本科4年是吧？啊，所有的这一切，甚至我们每天的日子过的经济行为，你看都可以配一张人民币，要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个生活过程的主要的调节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对所有这一切存在信任。当一个人在表白说，不要跟我说，你不要说，为什么呢？说我没有信仰，我不信佛，不信神，我是无神论者。那就说他有没有信仰？有。对，他当下就在非常执着，非常固执，自以为是的说，我相信我没有信仰。啊，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信仰，广义上啊，铺天盖地的来讲，有人能够做到没有信仰？没有。啊，我相信他，我才能交往，啊，两个人互相这个信任才能合作。我到这里给大家讲法，我得有自信。我如果从那个门一来，一看那门说低头就见禅，啊，我都说哎呀，这个门太难跨出来，没有自信。一切都离不开信任。那么，当我们对于佛法也罢，或者对于宗教情怀也罢，或者甚至我们通常理解的神秘主义也罢，也就是到了庙里来上香，或者磕头，或者祷告等等这一些啊，在我们主流的社会里面，都会把它定为封建迷信，这是长久以来的一个误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真正每个人性的能量，它是很足、天然存在的。那么，我们对于性，它有正性和迷性的区别。什么叫迷性？把东方当作西，把黑认作白，这叫做迷信。如果我们东西分明、黑白清楚，你看早上起来，我认定太阳从那边升起来是东方，是吧？我完完全全哦，确信它就是东方，这叫做正性，而不叫做迷信。所以，所谓的信仰，所谓的正性和迷性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看我们是否跟真实的状况完全对接，心理和这个就是内心的认知和外在的世界完全吻合，步调一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样去收成，叫做正性，不叫做迷性。啊，我说这个道理大家能收成吗？可以认知吗？可以。对。所以我想，当我们在侃侃而谈讲到信仰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进行了一次非常角度精而且准的调频，不是建立，重新调频了，所以才开始跟佛法有缘分，跟道场有了感觉，这就是我们来禅修的信仰。啊，这是第二点啊。你看，我一直在给大家这个讲到佛法的知识哦。什么叫因缘？因为我们有缘。什么叫加持？因为有正能量。啊，什么叫做这个善根？就是这样的。那么下来就是什么叫觉悟？什么叫做信仰？啊，当然呢，这个只能算作开场白。今天呢，我给大家备了一堂课。这个课呢，通常我们如果出去讲经说法呢，叫做开始，就是让大家心量打开，视野提升。啊，当然这个是视线啊，表示的是，就是为了做到这样的一种作用，所以跟大家来今天做一个分享啊。原来准备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空有之间啊，大家知道吗？就是空有之间，空和有，有是什么呢？就是表示我们的现象界，所有的万事万物，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空是什么呢？形而上的境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本质。想解答一下，在佛法里面，在所有的佛法的核心阐述中，空和有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啊，就是想传达这个信息。那么，如果要从头说起的话啊，也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人生的层面，现在我们正在每天的生活，这是属于有部分。那么每天的生活中到底来学佛来修行，大家说要成佛要觉悟，它是怎样的一个操作过程和循序渐进的一个次第台阶呢？那么最后我们达到这个目标，达到空的境界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而且在有的本位，怎么样去迈入到空的境界？那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可能没有时间讲禅修，讲具体的体验，只能够从道理上给大家进行一个交代。所有佛法的核心浓缩在哪里呢？就是你们这个本上有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手册上有没有？有。哦，那太好了，手册上有，可以给我提供一本手册吗？谢谢。啊，既然要讲心经呢，那么我想本来是要从头说起。啊，我不知道说，对于诸位的跟佛法的接触的关系中，到底从哪里说起？啊。好，谢谢。把大家先把书本放下。怎么样去快速？今天是快餐哟，因为我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没办法跟你们说前因后果，只讲这个快餐，就端上来就吃。那么现在说吃这个快餐，从哪里去入手拿筷子呢？这是我这次来做的功课啊，要从这部电影说起。我不知道你们有时间常看电影吗？有吗？啊，因为现在电脑这个电影甚至不要去电影院，电脑打开就可以进入这个电影的世界。有一部电影叫做《超体》，看过没有？啊，那太好了，哎呀，中国人都看过啊。《超体》里边，但是我要这个在这里坦白一下，这部电影没看过，可能就是因缘吧。在我要来之前，听我的一个弟子。他看完以后来问我的时候说起佛，我就突然想象到说，我来同乡一定要用这部电影作为影子来走入心经的核心内容。这部超体是什么内容呢？就是那个女主角她误入了什么吃的毒药了，还是什么毒品是吧，还是一种什么，但是这个毒品虽然有害的同时，它起到了一个能量是什么呢？它的副作用居然就是什么，对，开启什么潜能，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找到这个定位，潜能量。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心经，有就是我们已经开发的显能层面，空就是我们尚未达到的潜能层面。啊，开启潜能的时候呢，它怎么定位的？就是我们基本上一个平凡人类啊，它只能够开启10%左右的能量，就是一个平常人。那么随着这个毒品药物的不断的发挥，不断的开发，它就可以开发20%、30%、40%、50%、60%、70%，是不是这样的？好像到了某一个层面的时候，它已经彻底怎么样了？就是打破时空，随时随地可以到古代，也可以去未来，然后任何世界的角落乃至整个宇宙的角落，它都可以没有障碍。啊，最后。等到它开发，一直开发到90%、99%、99.9%，不断的开发，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情节线索。这个大家了解吗？好，太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请大家拿起这个本子来，我们一起啊，异口同声读诵一遍《心经》。啊，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功课，请大家一起。我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后我们一起来从观自在菩萨开始，好不好？好，大家一起来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无生无灭，无垢无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
因为它是整个释迦牟尼佛所有一代教法中的核心心脏。只要你把心经能够明了，能够领悟，那么一代佛法的最根本的核心内容，你就已经沉浮在胸，了然于怀啊。所以为什么说，其实呢，跟大家说句实话啊，就是说真正要把心经给了解了，第一个是理解，第二是领悟，第三是证，就是真正的能够达到心经的境界呢，一个修行者，也就是佛陀最终成佛陀了所最究竟圆满的境界啊。所以这次是为什么挑了这部短小的经典，但是意义又如此深邃的经典呢，跟大家来分享呢，就是希望我们在种这个种子出脉络的时候呢，就把目光锁进那个最完美的结局啊，是这样的一个发现。那么既然我们的完美的结局就是等于超级最后那个女主角啊，当我们讲完的时候再讲她达到的境界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不断的显现，不断的开发潜能。那么怎么样开发潜能呢？一定要从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只有10%的能量的时候从头说起啊。那好，首先我就是要跟大家了解一下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照见五蕴皆空，什么叫做五蕴啊？第二个，是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啊，乃至无意识界这个乃至无眼界，乃至无眼界，乃至无意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那么又说到了无无明，亦无无明净，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净，这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这是我们首先从有的世界讲起啊。但是在讲这个道理之前呢，我有个要求啊，就是希望大家把我们调制在一个婴儿状态，不是让你的智商调制在婴儿状态，是让你的见解，把所有我们这么多年来学的知识、学的思想、学的思维、下意识的分别，所有的先抛在一边啊，不需要大家马上就首可，只需要你一个清白客观的心态来信解这个非常难以理解的道理，就是对自己，对我们自己进行透视啊。怎么样透视呢？首先我们要讲一下什么叫做五蕴。大家听过了，我站起来一下，什么叫做五蕴吗？有听过的吗？色受想行识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组成，自我的存在感，它是由什么来支撑的呢？无非是物质和精神两大面，对吧？那么这个物质和精神两大面，用佛法的专业表述就是叫做五蕴。蕴是什么意思呢？具体的意思就是把它组合在一起叫做蕴啊。那么这五种组合，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色。有知道什么叫做色的吗？啊，对，物质，在佛法里面专业的解释叫做质爱，质量的质，障碍的爱。比如说你看，我叫红海，我有这样的一个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如果我站在这里，这个我所占据的空间就不能被任何东西再所占据，重复占据，是吧？这就是它有障碍。为什么它有障碍呢？就是因为它有质量的物质在这显现。我们眼睛所感知到的一切的外在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叫做色啊。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大家坐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对于每个人的身体来讲，有骨头，有肠子骨子，有皮肤，有脂肪，对吧？一切的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也叫做色，色嘛，就是物质。那么什么叫做想呢？取种种相，做种种想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由于我们在这个大殿，这个讲堂呢，在大殿的下面，我们就会有下面的想法。我坐在这里，有是男生，有是女生，那我们就没有男生和女生的想法。大家看着我说，这是出家的法师，你们就会是在家的同学，
那么就会有出家和在家的效果。所有我们每天的生活过程中，能离开念念能离开想法，能离开吗？对，色想。第二个生这个想和色法，色法就是物质，想法就是精神。想和色法的中间，有我们每天种种什么样子受感受。这个事情合我的意了，我就觉得感觉很好，很痛快。如果这个事情比较违背我的意志，或者对于我来讲有点被迫的去行为，那么就觉得它是不太舒服。这个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每时每刻有吗？有苦受，有乐受。如果不苦不乐的时候呢，在佛法里面叫做无记。无记的就是没有感觉。比如说早上我很木然的从这个我的疗房到斋堂里去吃饭，在过程中也没有觉得很苦，也没有觉得快乐，很自然的去，这就叫做无记。这三种感受一定会伴随着我们一生的生命过程，色受想。那么一生的生命过程是怎么来流动的呢？就是第四个行，牵牛的意思。你看我们每时每刻都觉得我在活着，过了一天又一天，活了一年又一年，走了一世又一世，流动叫做行。色受想行，这一切由谁来感知呢？由谁来感知？大家知道由谁来感知吗？啊，识。对，就是用我们的第六意识进行枢纽性的总控和分辨。所以识就是分辨。色受想行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跟实际切合。大家想从理论上的色法受想行识的精神层面结合起来，就是谁呢？就是谁？是谁？就是你我他。所有我们自己都是这五种物质元素和精神层面的元素组成的自我存在，就叫做五蕴。这里讲到的五蕴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讲到的我的感觉。这是从我们人生的层面要了解一下我的感觉。那么再换一个角度啊，这个五蕴我们先放在旁边，要讲三个概念啊。下面呢要讲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和色身相互触法，就是我的感觉是怎么进行的，怎么样提醒时时刻刻有我的存在，我在干嘛？我看见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吃到了什么？我这边躺在哪里？随时随地我的存在是由什么来提醒的呢？我告诉各位啊，就是这里讲到的眼、耳、鼻、舌、身和意。这是对于我的又一个层面下的解析。也就是我们随时随地有我的眼睛在看外在的世界，对吧？你看，我看见了大家，大家看见了我。那么，随时随地大家在听我说话，有听到吗？我想问一下，我刚才讲这些，大家能听得懂吗？能理解吗？举个手表决一下，能理解吗？不可以这个凑热闹哈，不能理解，你把问题放在心里，等一下我们留时间给大家提问，好吧？现在我们继续讲第二个概念，就叫做十二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叫做我们的六根，我存在的这六个器官，对吧？感觉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色就是还是物质，声就是声音，香就是我鼻子能够闻到味道的外在的提供的这个境界。那么色声香味触就我身体跟随时随地跟外在情况，你看我站起来的时候呢，我的脚触摸着大地，那么如果我坐下来，我的身体呢触觉呢又是我坐在椅子上，大家的触觉呢现在坐在这个地板上，这叫做色受想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跟外在的触摸也是一种感觉。法呢就是我们第六意识跟自己的一个独自思维，
啊，这是要心经里面讲到的，事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是声音和色是相思，就是讲的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存在的就是这十二个东西，眼睛、耳朵、鼻子和嘴巴、身体和意识，就是它始终是一个律动的、鲜活的，让我们不断的感觉我在活着，我看见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我理解了什么。这是第二个概念哟，十二处，这在佛法里面叫做十二处，就是十二个位置、十二个地方的结合，促使我们有了我始终在活着，我在。那么第三个概念要大家了解什么呢？啊，我再提醒大家啊，我们现在讲的层面是作为一个凡夫人的层面，人的存在层面要这样来理解，说我是由五蕴组成的。那么这五我呢，随时随地有我的感觉呢，是因为我的器官跟外界有了合作的感知。下面我们要讲一下我的轮回过程。这个呢就比较难以理解，甚至难以信受相信。为什么呢？就是说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从理论上啊，尽管它有点艰涩和听起来那么的预感和语境比较难以让我们去领略，但是呢至少它是现前的一种对我们身体的一种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解析。哎，我们自己感觉一下，好像从这个道理来可以认同。但是如果说认为我在生生世世中都有我的存在感，就是轮回中我们都在，这个很难理解。所以就希望大家要相信。大家来看啊，这一段话里面讲到说，乃至无无一这个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一句话讲的就是我们从生到死的一个过程，分了十二个阶段啊。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啊，刚才有的同学已经说了，说这个相信轮回，我要现场这里调查一下，有不相信轮回的吗？举手啊，要大胆，要老实啊，要诚坦诚的举手，不相信轮回，完全不相信是吗？有欢迎啊！好，这个女生你举起手了，你说一下，你能给我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世界里面，啊，就是我们活生活这个世界宇宙中，有一样东西不是轮回。啊，师傅好。首先我是不相信啊，但是呢，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啊，那你能不能找出来一件东西？你仔细想想，有没有一件东西它不会轮回？轮回是什么概念？首先我们做一个共识啊，轮回是什么意思？看见了吗？轮回来，轮出去，转回来，就是转，不断的转，不断的就是往前走的这个律动节奏，就是转的形式，作为一个永恒的定律。你发现这个事情有没有转的？能量守恒，或者说是物质，包括像我们人肉体腐化了，但是这。就是比如说是埋在泥土里面，那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物质，那通过大自然啊，或者是然后它又会产生新的事物，这就是叫做轮回嘛。我是说的轮回，我一刚听到轮回的话，就想到人，然后就是投胎或者是转世、前生、今世这样子的一种理解。好，谢谢啊。那我们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首先我们要明了一个大背景。就是宇宙万法的行进状态就是转。你看我们比如说地球是不是在转，是不是在绕着太阳转，由此导致我们就觉得一年365天是不是周而复始，是不是从夏秋冬不断的在重复，包括我们每天是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吃了又拉，拉了再吃，是不是在转？就是整个人生的状态啊，大家可能有点好笑，整个人生的状态，我们的生活也罢，我们的时代也罢，我们的社会也罢，都在转。大家发现没有？物质
有整个世界，它是有成住坏空，整个人生有生老病死，我们所有思想，我们的念头，它念念不断的在生住异灭，就是所有的步调一定是统为一个转，一定是在转啊。那么包括我们人的，就是如果我们当做人嘛，再给大家要嘱托一下，就是我们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首先你要冷眼把自己的思想抽身出来，来回过头来看我们整个包括自己在内的宇宙人生，否则你的这个心打不开的话，一定有坚固的以我为辐射点出发来判别，不能够客观，对吧？所以我们要客观，绝对客观的来看，一定要把自己抽身出来，再把自己的肉体当作物质放在这个整个时代和物质宇宙的大背景下来看，是不是都在转？轮出去转，周而复始。我们每天的生活是如此，我们每一件事情也是如此，我们经的事儿、遇的人，同样还是如此。啊，所以这里讲到了轮回的十二步骤。前面的两个道理，如果大家听不清楚，这个道理一定要听清楚，因为作为一个人的层面。也就是作为一个只有10%的潜能的时候呢，它是怎么存在？是存在，因为刚才讲有五蕴结合，有一种我的感觉。那么我的感觉是不断在感觉，因为有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跟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外在的环境碰撞，所以觉得我在活着，我在干嘛？那么我在轮回的这个大背景，那就看不到。只能来讲，来分享。只有佛陀是觉满了、究竟觉悟了圆满的智慧以后，他才用他的这个心念感知到，哦，原来整个物体的运动就是我。所以大家下面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轮回是怎样进行。当然，在佛法的这个生物界哈。整个的生物的游泳纵深中，不仅仅只有人的存在，还有六道，大家听说过吗？六道听说过啊，有天，有这个阿修罗，还有地狱恶鬼畜生。我们人呢，处在中间的一个水平，也就是作为人存在，属于中档层次的生命质量。那么整体的大背景下来，这六种生物呢，是不断在转化，就是生命的载体不断在转化。前身后世怎么样进行转化？我们只用一个切片把它切下来，一个切片给大家做一个透视啊，透视人是怎样轮回的。就比如说我们这辈子是一个人，下一生还有可能做人，那么在人和人的转化过程中是怎样进行的呢？首先给大家了解啊，就是我们现在人自我的反观能力，也就是哲学上说的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再思想的能力有多高呢？只能进行到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生物学心理学上常说的潜意识，第六意识，这个大家知道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还讲到人还存在两个意识，你们听过没有？第七识是什么？错了，第七识叫做莫那识，是印度话翻译过来，汉语才叫真正的意识，自我意识。第七识的作用是什么呢？虽然我们作为人没有能力反观到它的存在，但是它时时刻刻在强大的作用着我们的存在。是什么呢？就是第七识把五蕴色受想行识组合成的我的感觉，由谁来始终揪着说有我的存在不放呢？就是第七识在作用，从始至终他就认为有个我。当然我要告诉各位啊，是在只有10%的这个范围度的时候，他才这么强大的存在，有我的存在。所以当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处呢，就是破了自私由我为核心宇宙的主宰这个错觉，把它打破了以后，就叫做照见五蕴皆空，破了我了。第七识把它给降服住，在我们当
是始终紧紧地控制着我们，说有我的存在，有我的存在，不断地暗示我们，不断地说服我们，自我说服，我就是我。这是第七识啊。那么还有第八识，刚才有的同学说对了，叫做什么？对，阿赖耶识呢，又叫做藏识，储藏的藏。为什么阿赖耶识又叫做藏识呢？它会储藏东西。储藏什么东西呢？大家要听清楚啊！储藏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在人生一辈子的过程中，大家想我们的行为统共可以用三个层面来完全把它给说完。一个是什么？你看我在干嘛？对，身同意。这是我在干嘛呢？举手投足就是我身体的动作，所有的人生组成部分，这是第一个主要的板块。第二个，我现在在干什么？说话，这叫做口业，叫做开言吐语，这是第二个板块。第三个是什么呢？大家听了我说以后，心里面想，这是真的吗？还是有点怀疑？这是在干嘛？意念起心动念。对，所有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就是除了开言吐语，再加举手投足，还有起心动念。人生一辈子只干这三件事，大家发现没有？只干这三件事。那么我要告诉诸位的是什么呢？我们这辈子的行进过程中，从生到死的过程，其中所有的内容就是身口意的举手投足、起心动念、开眼瞳。依附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所有经的事儿、见的人，一定要用这三种本能来进行完成，进行沟通，进行表达，进行自我存在的认定啊。那么当我们的生命过程中啊，比如说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孩，小宝宝不断的茁壮成长，茁壮成长，这就是我们生命过程中发挥的这个潜能的力量很大，潜能的力量很小的时候，茁壮成长，朝气蓬勃，就正如现在的你们。过了二十岁开始，到了三十岁，再过了四十岁开始，就慢慢什么了，走下坡路了。这个时候就是潜能的力量开始占了上风，潜能的力量越来越弱，就是人的衰老和这个身体衰竭的过程，直至我们最后那一刹那，所有的潜能力量发挥完了，尽了，就是我们这辈子要死亡的时候了。那么死亡以后呢，并不是说所有这辈子的所有的东西就没了哈、啊、我们所有的身口意啊，都会像一个影子一样烙印，就是我们这辈子所有的行为、所有的语言、所有的念头思维都会有烙印产生。这个烙印呢，就像压缩饼干啊，你看这个在网络上是有一个文件叫做压缩文件，它会把它浓缩的，就像我们吃方便面里边抽干了水分的青菜一样，非常体积小，甚至没有体积，只有暗物质，但是呢一点都不会散失，不会漏掉的，储存在哪里啊？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储藏这些能量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储藏着我们一生的能量，记住啊，一点都不会散啊。再怎么样呢，到临终的那一刹那呢，会反转成一个什么状态？就叫做灵魂。啊，民间会有一种误解，叫做鬼，好像人死了就成鬼了。这是种以鬼为本的文化，以鬼为本的文化呢，是中国大众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啊，觉得人死了一定是鬼，不是这样的。人死了，前身都后世到后世的缓冲段，就叫做灵魂。佛学上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什么？中阴身。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个可能听过的就甚少。中间的中就是阴阳的阴，身体的身，叫做中阴身的状态。啊，这个中阴身的状态呢，它只有大概一尺这么高，像蜡烛一样点着以后就呼呼呼呼，它会跃动，就是雀跃，像蜡烛一样的状态。但是到了中阴身的状态呢，所有的山河大地乃至这个墙壁啊、固体啊，对它没有障碍，它可以随意的用念头一样的速度来回漂泊在
整个宇宙万法，佛法里面叫做法界。啊，在佛法里面形容宇宙的时候叫做法界，大家也相对的适应这个词儿啊，法界，我会不断的用到，就是宇宙的意思。他漂泊到宇宙中呢，他一定会去投胎转世。啊，那么在投胎转世的时候呢，这49天内呢，他会漂泊。如果是跟他有因缘，大家要记住啊，一定要相互之间有缘，没缘碰不着呀。不但说在人的我们地球上啊，在这个中国中啊，在整个法界，如果没有因缘，一个众生和一个另一个众生碰见，这个因缘呢，就牵使着他们会有巨大的吸引力。哎，这个中阴身就飘到一个，比如说有一个男，世间有一个男和女的正在行淫欲啊。那么在行淫欲的时候呢，一定是这个很忘情啊，就是这种本能的这种欲望呀，在发挥的特别猛烈，它会有辐射。这个辐射呀，大家不要笑，非常严肃，这是宇宙万法中的真实状态，只有佛能够感知到。第二个就是只有跟他有缘的中阴身会被莫名其妙的吸引。你们笑，咱们全是这么来的啊，就被莫名其妙的吸引了。会莫名其妙吸引到这个，在这个旁边的时候呢，在那一刹那呢，他如果见到这个男女在行淫的时候，如果莫名其妙的对女人的身体产生了兴趣，产生了好要向往欲望的话，就会一刹那投进去，投生就会投变成这男女。如果对男人的身体产生了好奇，就是兴趣，产生了欲望，一刹那投进去就变成了女。跟父亲母血，也就是精子卵子一结合那一刹那，一个神识，阿赖耶识投进去，三个一结合，胚胎就形成，意识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的性别就是在那一刹那所定位。而且因为我们的与生俱来带着父亲骨血的那个肉体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会有一小部分属于什么，很像自己的母亲。啊，你看这就开始有笑了，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从来没有听过，当然没有听过。因为我们在反复的时候只能够身处其中而浑然不知，大家知道这就叫做投胎。那么怎么样转世呢？就是等你怀胎十月，爸爸妈妈啊，这个作为你的父母亲，又一个家庭，又一个前生后世的衔接出现的时候呢，大家想过吗？就是我们现在20多岁吧，大家基本上都是20多岁是吧，20岁左右。你要知道20，比如说你今年20，21年前你是一个龙通，就是老态龙钟的一个老太太或者老大爷，就在那一年舍了前辈子的这个轮回，投身到今生此世，依然如故的这样活着。啊，所以当我们以后在你的人生经历中见到老者，他怎么也咽不下一口气，放不下这辈子了，下一辈子迅雷不及掩耳，马上就开始。那么下辈子我们怎么出现，怎么投胎这一家，一定要有因缘。比如说你的福报，这一辈子你的福报不如你的父母大，那你就投身到富贵人家。如果你的福报很大，那么你也绝不会投身到贫穷人家，它是有共同的因缘决定你们同时存在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这样想，我们的阿赖耶识啊，这一辈子所有的眼相烙印储藏成一个浓缩的一个暗物质，下辈子你的人生遭遇取决于什么呢？依然是阿赖耶识的种子，这辈子所有的种子就进一步的开花结果，再度发挥。你的人生遭遇就是你前辈子种的什么呀？种子。所有的举手投足、开眼吐语、起心动念，在下辈子的时候又变成现实的世界，让你去做一个虚幻的遭遇，在里边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就叫前生后世，这就叫因果报应。啊，能听明白吗？就是所有我们的遭遇取决于我们上辈子的行为。所以佛门里面有一个话叫做什么，欲知今生果，欲知前世因，就是你前辈子因，看今生的遭受，看你的遭遇，若知来生果，想要知道来生的你的遭遇，看你这辈子什么发心，你的行为，这就叫前生后世轮回中的
这么悬哈，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就是当时呢，有一个小伙子讨了一个非常漂亮称心的媳妇，那么然后呢，他们俩过日子，又生一个这个很可心的大胖小子儿子，然后他们一家子今天吃饭又在锅里面炖了一只鸡。正在吃饭的时候呢，来了一个出家的僧人，在印度哈，当时这个僧人呢已经照见五蕴皆空了。照见五蕴皆空了，就是他把他的潜能所有打开了。到那时候他就怎么样了，就可以前身后世啊，就跟那个女主角一样，他可以到随时用他的心念可以视察观察到任何人的前身后世，可以去古代，可以去回。所以他就在那什么，看着笑眯眯的看这家人不走。那么这个丈夫就是20多岁的这个男子呢，觉得说这个和尚跟要饭的一样，给你话不吃点，等你给拿点吃的你吃吧，但是我不要吃的，你们冻得急，我吃素不吃啊。结果说那你好吧，那你请便吧。他就回头就笑眯眯地看着他。那这个男子就说你这个僧人，你这个和尚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怎么能这么乱来呢？啊，你这个我们家过日子，你站在这儿要给你吃你不吃，那你就走呗，为什么不走呢？啊，这个罗汉就顶他，怎么顶呢？说不是我乱来，是你乱。这个男孩子就这个男子呢说，你怎么能说我乱？我怎么乱来了？他说你杀父娶母养冤家，所以说你乱来啊。听了有的小朋友们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呢？就是说，首先说娶母吧，他的媳妇是他前辈子的妈妈啊，是这个他媳妇的前辈子呢，因为生下他来的时候呢，2-3岁的时候呢，他因为这个孩子2-3岁了，他自己就走了，死掉了生病。死的时候呢，他怎么也舍不下他的儿子，怎么也舍不下，就带着无限这种堪爱留恋呢，一念中阴身里面聚集了巨大的对这个儿子的留恋的这个能量种子，大家记得刚才讲的种子吗？烙印，就投胎去了。投胎了，带着这一念不舍的，刚好就要投胎邻村里面，这是一个古代的故事，邻村里面的一家比较还富贵的一家员外，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员外啊，中产阶级吧，这样的一个家里面做了一个女孩，恰好年龄吻合，他前辈子的儿子长到20岁的时候，他17、18岁，哎，刚好又带着前辈子姻缘嫁给了儿子，嫁给了儿子了，这个儿子的父亲。是什么呢？是一个屠夫。屠夫呢，他不断就是杀鸡宰羊，就一辈子就净干这事儿。杀的多了以后，还回来他这辈子什么呢？就带着阿赖耶识变现，他没有当成人，没有成功的做人。刚才我们讲的轮回是由人到人的保障，大家不要忘了还有6道中的生成轮回。所以呢，他杀鸡杀的太多，要去还冤冤相报，他就投生成一只鸡。来到他，因为还跟他的儿子的这个夫人有缘，又凑成一家子，投到他们家。这只鸡呢，终于这辈子果报要熟了，就是做鸡做的长成一个肥鸡以后呢，被他儿子给杀了，偿还命债，偿还他不断杀鸡的命，炖在锅里要煮了。前身后世一切的演绎，就像剧情啊，全部被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什么呢？这个阿罗汉。他是一个圣人，早让大家读42章经，读到阿罗汉了吧？那是一个圣者，能够看到前身后世，就给他一语道破他们全家前身后世的天机，说他杀父娶母养冤家是什么意思呢？他俩生的这个儿子是他前辈子的债主，上世的债主他欠了，所以这辈子就是投身到他的家里，准备什么呢？把他的家给败光。这就是轮回中的故事啊！当然你们可以首先说这个太离奇了，不相信还是把我们先放在一边啊。我们现在只讲轮回中的部分，信不信由你啊，反正我已经说了啊，我就是因为相信这个，我想脱离这个，所以变成了这样出家当和尚啊。那么下面我们还就继续啊，转世是怎么转的，怎么跟父母亲结缘，子女跟父母啊，这辈子能够遇到只有2种关系，一个是欠，一个是还。你仔细观察一下，基本上总体的这个
这个显现呈现状态是什么呢？都是父母在欠，子女来讨，父母在欠，父母来还，都是这样。所以你看，父母没有一个不是疼自己啊。那么你要投身到父母家里，要怎么样呢？一个欠和还在哪里发生呢？一个是情感上的这个纠缠，二一个是财务上的亏欠啊。如果是子女欠了父母的财务上的话，那他这辈子一定会投身以后呢，表现得非常孝顺，也供养父母好多物品呀，衣食无忧的，他自己也成家立业，这个整个这个事业也做得好，很好，赚的钱呢来给父母享受，这就是来还的啊。如果从小就是放荡不羁，很叛逆，也不好好，甚至把家产都给败光啊，出去吸毒呀，这个出车祸呀，反正总给你弄点事，所有的积蓄都给你败光，这就是来讨债啊。那么在情感上，如果子女对父母亲也很这个孝顺，也很恭敬，那么就是情感上过去了，也来还啊。如果说只有父母亲牵挂这个儿女呀，甚至有的小孩生下来很可爱，很讨人喜欢，可是他长到3岁、5岁、7岁、8岁乃至十几岁的时候突然间走了，得大病，那么父母亲一辈子的心结直到咽气都咽不下的就在他身上牵挂，这就是宿世欠的感情要来还啊。所以大家想想，我们人生所经的事，所遇的人，在你未来的时光中，大家一定要知道，你仔细，一定要仔细用这个原理去观察人生是否当真如此。为什么有人见了人觉得莫名的眼熟？你看我刚才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我完全把这一次视为我们今生的如约而至，因为我们前生中曾有过这样的场景，大家相信吗？这就是轮回啊。好像大家说吧，这个法师说教授是来给我们洗脑的。我告诉各位，释迦牟尼佛当时觉悟以后讲的佛法绝不是创造或者推理，全部是什么呢？照着他所看见的所有宇宙万法十方三世前生后世的情形呢，完全是就着真实状态的什么呢说明和解释，叫做佛法说明和解释。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觉得够着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打个比方吧啊。在我小时候，我的家的黄河呢，我在陕北一个县城，县城边上就是黄河，我在家时候的办公室就在黄河边上啊。那么这个黄河呢，在我们家是什么呢？一定是从东向西流，它的走向是这样。如果我从来不学地理，也没有人告诉我地理知识，或者我不走出家乡的这个整个大江南北中国都走遍了，知道这黄河走向总走向是什么呢？是什么？对，尽管它是九曲回肠、荡气回肠，但是它一定是东流到海。但是在我的家乡那一段黄河，因为它九曲回肠嘛，它显现的是什么？从东到西的。如果我不在家了解或者不去相信地理中的知识，我永远都认为黄河一定是从东向西，绝不会从西向北。我们现在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看见的只有这么大一段黄河，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春天生、秋天死的虫子，讲冬天的白雪皑皑的情形，不可以相信，接受不了，而且还觉得怎么会有冬天？所以佛陀就是一个可以完全从冬春到冬天，而且周而复始的彻底把他的生命打开了这样一个觉者，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活到冬天，只是现在以为秋天就必死无疑了。这就是轮回的路。所以刚才说的佛法是醒梦之法，只要在轮回的范畴内，我们都在做梦。这是讲的有的层面的。心经不是让我们主要关注这个，它要我们关注到说已经在轮回中，手可能从轮回的轮回什么要醒，怎么样醒呢？
下这个目光，就是我们要把目光投向什么呢？空。什么叫做空？空绝不是把它抹掉、破坏，或是烧抢光，这个给它弄光，然后空空如也的空。空就是我们这里讲到的觉悟的又一个称谓，叫做空。你看我出家了，被别人称之为说他外父是这个四大皆空，动如空门了。大家常听法师们会讲话说，哦，万法皆空，因果不坏。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因果不坏，下面我们要讲万法皆空。因为你在空的时候，你一定要立足于现象，才能够窥到它现象中所隐藏的本质，不是离开现象而单独有一个格外的本质。这就是我们对空的理解。啊，现在几点了？我可以知道一下。啊，9:30是吧？9:30是吧？好，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大家赶紧抓紧休息10分钟。下半场回来，我们讲什么叫做空。谢谢。好，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防暑的中药汤。大家出去之后右拐啊，出门右拐，在一个阴凉的地方，会有两个桶里面装着防暑的中药汤，大家可以多喝一点啊。然后我。